来看看在金门就有历史悠久的博状元饼的习俗。金门县政府还特地举办了开幕赛、各乡镇赛以及总决赛三种赛事，邀请民众一起来金门过中秋节。今年的中秋博状元就是从9月1号开始，就是为期一个月的时间，那就是从我们的乡镇开始来打头阵啊，从这个9月1号啊，我们的金湖镇，接着9月2号的烈屿乡，就逐步的各个乡镇来展开。好，在金门至少有300年历史的博状元饼，今年的彩品高达1200个，尤其是拿到状元奖的可是汽车一台呢。为了让台湾民众也能体验这样子的习俗，金门县政府也将会到台北来举办体验会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